天灯视频狂下象征，人在天涯521小时，众筹拍天刀冠军导演，做了4年游戏视频，直到今年7月遇见了天涯明月刀，第一次看到他就让我忍不住为他做视频，实在太美了。和团队讨论36个小时，连续3天不睡，就为了能最大程度展现游戏本身的质感，最后我们成功了。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视频认识天涯明月刀，和我们一起感受游戏的震撼和美好，这是我们作为游戏实录玩家的愿望。天刀论剑侠公子含笑，人在天涯1031小时，巅峰对决跨服论剑赛总冠军。近期游戏8年，一直想尝试既有操作感又有武侠风的网游，直到遇到了天涯明月刀。从可以论剑到官服前，我打了3000多场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一半的经验都是找摸神学的，他告诉我 PK 原来可以这样研究。哥要一套带走啊！这一次的冠军是韩笑。这里不只有 PK 的快感，还有一群真诚坦荡的江湖伙伴，我们相约一定会在天刀继续论剑。天刀原画控冠六，人在天涯186小时，为天刀产出原画近百张。自从来到天涯明月刀，被精致的画面和剧情深深吸引，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、遇见的人，都是我作画的灵感。画了26个图层，就是为了这么萌的唐二，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天刀里有一个水龙吟盟主和熊猫一样萌萌哒。这一套我画了1个星期，虽然已经官服，但每个门派独特的魅力可关不住，太帅，想要画出来。现在依然每天和圈里好友聊天刀、涂鸦，等下一册，非常嗨。江湖不远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天刀词曲人月吟诗，人在天涯252小时，同人歌曲《醉月天涯》网络人气超过248万。我爱古风游戏，写过170首古风词曲，天刀让我发现，这才是我向往的江湖。从手册开始关注天刀，2013年10月1日起，游戏截图占据了我的微博和贴吧。累计转发过万，吸引了很多朋友来关注天刀。在天刀的世界中，我和朋友们一起踏遍了万水千山、云岭荒漠，遥望苍茫大地之上远去的飞鹰。于是我们想做一首歌来记录这场真实的侠客之旅。我和朋友们还在为天刀创作新的同人歌曲，天刀带给我们太多的灵感和感动。